gua.继续乱搞，坡爬上面下面接一个小的曲柄沟，沟上草，就是把你搞上来。哦，扯走，扯走，扯走了。走了呢，走了、哦。钓到了。Baby狗，这样也行。这种禾本科的草，像武昌喜欢吃这种草。然后呢，我们量一下这个曲柄沟的长度，在上面把它捏断。然后呢，底下这边。这个叶子呢，也把它掐掉一些，然后接下来就是把它穿过去，穿过去，然后钩子把它藏起来。坑坑坑坑坑坑，你就看到钩子了。再玩一次，来，摇走了哦，摇走了。中，放掉了。这个缺点哦，就是你很难去预测它吃饵的状况，所以这个没打中是很正常的事情。我觉得三叉钩应该拆掉了。三叉钩碍手碍脚。哎呦，你看，咬成这样啦！
哦，掉掉掉！哇，我去！是草的，像这种草，那基本上就是选比较嫩绿一点的。这个雀屏钩，我记得好像是六号的样子。钩先呢，把它藏在这些叶子里面。哦，那看起来不会那么明显。对，基本上就是这样子。好，你可以稍微的挤压一下这个草。哦，让它的味道散发出来。哦，没有，我想换下一个洞。哦，效率超好的呢。那我小江，这个疫情呢，我基本上已经。稍微有点控制，但是还是很严峻哦。所以我开始出门钓鱼了。大家出门呢，记得还是一样要戴好口罩，保持社交距离哦。今天找没有人的野场，那这个茂罗溪还有很多这个武昌鱼。那这是我今天试验的结果，只要用钩子钩上草，哦就可以钓到。那我蛮好玩的，而且也都不用钱。如果钩有兴趣的人可以来玩玩看哦。今天影片就到这边了，谢谢大家。我们再见喽，拜拜。